今日出得嚟嘅好多都會明白，我哋係因為反對釋法而出嚟。我亦都相信好多你哋身邊嘅人咧，亦都好多疑問，點解你今日會出嚟？我哋出嚟唔係為咗兩個人噶嘛，係咪？我哋今日出嚟係為咗個制度噶嘛，係咪？我哋今日出嚟唔係為咗任何個人、任何嘅政治訴求。我哋今日出嚟係為咗保障其他我哋唔認同嘅人，佢哋嘅政治訴求係能夠得到繼續喺香港繼續暢所欲言嘅空間，係咪？講到釋法，有好多人好自然會諗，有好多基本嘅概念咧，可能未必好清楚咩係釋法呢。頭先有好多人都講過158，係咪？嗱，而家咧對家。建制派咧成日就攞住《基本法》158第一款出嚟講，喂，中央有權釋法嘅喎。嗱，呢一點我作為一個律師咧，我唔能夠呃你，佢真係有權釋法嘅。但係權係應該點用呢？我哋而家斟酌嘅，我哋喺呢個活在呢個法治嘅社會，我哋講緊嘅就係有權，你有呢個 right 去用，唔代表你用得嚟係 right， 唔等於你正確啊嘛。你下下咁樣用嘅話，大佬。而家人大常委會，你知唔知一年開幾多次啊？兩個月開一次，一年開幾多次？六次。即係話，如果佢中意嘅話咧，根據而家今次呢一個先例，基本上佢每有啲咩唔高興、唔中意嘅話咧，佢就可以釋法㗎啦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我哋最憂慮嘅地方，而呢一個先至係點解今次我哋咁大反應嘅一個原因。釋法你有權咁用。而實際上，我哋法律界唔係認為釋法係完全錯，因為過去咁多年試過有一次，我哋係心悦誠服嘅，就係剛果案啊，就係你跟翻個程序，由終審法院認為一啲牽涉到外交層面嘅嘢，你咪報請人大常委，由人大常委去解釋翻，冇問題啊，大家你服我服，條氣鋸啊嘛，係咪？而家個問題就係喺冇先例可援嘅情況底下。他這樣去做這個釋法，而這個釋法對很多人來說有可能是僭建的。當然究竟他最後是怎樣僭法我們不知道，不過有一點有一個邏輯，我希望你今晚回家告訴你家人，為什麼你今天來了這裡呢？你就要告訴他們，因為基本法第158，他講的這個釋法的權利呢，他雖然有，但是應該是克制的。在一個法治社會，我們現在講的是香港這個叫法治社會，權是要克制地運用，不是你想怎樣就可以的。如果你高興你隨時這樣釋的話，基本上基本法每一條條文你都可以釋了它，言論自由你可以釋了它，選舉權你可以釋了它，甚至阿媽是女人你都可以釋了它，是不是？這個不是我們所認識的法治社會。為什麼我們對於104講緊宣誓我們這麼有問題呢？因為104本身是一條很簡單易明的一條法律，它講什麼呢？他說香港三權，即是無論是行政、司法還是立法的公職人員，他就任的時候他需要宣誓效忠。宣誓就是他要宣誓，他要願意去做這個人，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同埋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就是這麼簡單的。喂，這裡應該全部人都聽得明廣東話的，是不是？全部都懂中文的，乜宣誓同效忠係需要再解釋咩叫宣誓同效忠咩？即係話，而家我哋講緊嘅一啲最簡單顯淺嘅道理，係人都明噶啦。咁當然，而家有兩個人佢講咗一啲嘢係大家好有爭議嘅。咁既然你政府都走咗去司法覆核咯，你咪等佢司法覆核咯。香港的法官是有足夠的能力、有足夠的智慧、有足夠的獨立性去判斷，去判斷究竟宣誓和效忠是為什麼的嘛？我使乜你教我啊？這個就是為什麼你今晚要回家告訴你家人，告訴你朋友，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這裡？